喜欢啦，你不觉得很可爱吗？收到台湾陈英厂送的三只爱犬围兜兜礼物，总统笑得好开心。但总统无法轻松的是，辽宁号选择总统出访时北返，挑衅意味浓。Alvaro Baltodano, presidential delegate for the promotion. 国安会秘书长吴钊燮第一时间跟总统报告，还可以从主桌跑到墙边，跟总统府发言人黄崇彦皮咬耳朵。参访过程中，吴钊燮更不断接来自台湾岳阳电话。辽宁舰北返，蔡总统行程照跑，全程紧盯。中国方面的这个基建的动态，其实我们是在全程都掌握。想到总统全程都知道辽宁号动态，其实从总统七号出发时，辽宁号预计绕台，消息不断，四架 F-16 伴飞，总统还特别指示机长和战机领队通话，感谢捍卫台海领空。总统，大陆在示威吗？包括所有共军的这些动态，那我们基本上是及时，那只要最新的动态，包括国军最新的因应的情形，那我们都会跟总统报告。据了解，我国 IDF 与 F-16 战机在辽宁号北返时升空严密监控，出访面对台海安危，应派国安团队紧急开另类国安层级会议。记者董文俊、林佳元、林家拉国报道。12月28日起，中天综合台黄金九点，让爱飞扬。